这个球，看一下这个球。布雷切尔自己一登场，大家就有点害怕，这确实是最近这波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。但是目前来看啊，还正常。哎，莫非打进了一个运气球？那塔塞亚目前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47位，准度。哎，没有打进，但是有一杆运气。在犹豫啊，要不要说去？再站一下，哎，来了！但凡普京打比赛，不缺故事。飞，无可厚非。One。哎。嚯、哦！这个运气球真是。看一下，不错的运气。